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朱进。今天是2022年2月25号星期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省内气温明显升高，最高气温都在6度左右，长春多云，最高温5度，最低温-9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第13届冬残奥会将于3月4号至13号在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举行。国家体育场作为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场地，在顺利完成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演出任务之后，迅速进入场地转换和演出准备阶段。目前，冬残奥会开幕式800余名演员已经进入鸟巢，开始进行合成排练。据了解，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将会继续延续简约的风格，以自强不息、突破自我、残健融合为主题，展现残疾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冬残奥村均由之前的冬奥村转换而来，今天三个冬残奥村将会正式开村，迎接各代表团大部队入驻。延庆冬残奥村进入预开村状态，场馆各业务领域需要在44小时内完成近95项转换目标。目前还有包括住宿区无障碍改造在内的大约40项转换任务正在加紧完成。我们在先期设计中就已经把无障碍便利化、便捷化植入到我们的前期的建设和工作中去，所以呢，在转换的过程中，我们既有争分夺秒，也有胸有成竹。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延庆冬残奥会运动员餐厅的无障碍转换已经基本完成，景观设施的转换将会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张家口赛区也进入到冬残奥会赛事的转换和准备工作当中，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比赛用的靶场。它使用的是一个电子靶的一个射击，运动员通过一个蜂鸣声判断是否命中这个10米靶墙。靶墙立完之后呢，将会安装一些电子设备，我们将在24号之前呢完成这项工作。据了解，本届冬残奥会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要进行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的比赛，共产生38枚金牌，是北京冬残奥会产生金牌最多的竞赛场馆。除了射击靶场和标志更换外，比赛赛道和无障碍通道也会重新进行平整和设置。经过无障碍设施改造，在冬残奥村吃住行怎么样呢？记者使用轮椅在北京冬残奥村亲自体验了一回。这里是北京冬残奥村的代表团接待大厅，是各代表团来村的第一站。那么为了方便坐轮椅人士快速安全通过呢，在这个安检的环节啊，就不用过这个比较窄的安检门了，专门有绿色通道，由我们的安保人员进行手检。在代表团接待中心办理完相关的手续，激活了身份证卡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验证点到达北京冬残奥村的居住区。门口有专门的电瓶车来接代表团成员和他们的行李。这是冬残奥运动员公寓的样板间，有很多无障碍的设施，比如说所有的门都是单臂可以操作的推拉门，然后呢这边还有扶手、浴凳等等啊。我们再来这个卧室里面来看看，这是给坐轮椅运动员使用的床，床脚呢相当于冬奥会的时候呢降低了10公分，便于上下床。我们看到床头有这样的一个抱枕，这边是北京冬残奥会的会徽飞跃，这一面呢是北京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融融，打开之后呢就能成为一个毯子，就有我们冬残奥会各项目的运动图标。那这个抱枕呢到时候是送给运动员的，运动员的餐厅就在运动员居住的楼宇的南侧，所以很方便就能过来。然后进到餐厅呢也有很多的无障碍的设计，你比如说它这个取餐盘的这地方呢很低位，触手可及，然后当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很热心的递给我。那到这个餐台这块啊，您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宽30厘米的沿儿，如果是独臂的运动员的话呢，就可以很方便的拿这个盘子到各个取餐点。餐桌之间的间距啊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餐桌的高度呢也是适合坐轮椅运动员，那直接可以抱着来吃饭。冬奥会的时候，咱们的中华美食像饺子、烤鸭已经上了热搜了，那冬残奥会会有哪些明星菜品上榜呢？我们拭目以待，持续记录。
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为期40天的春运今天结束。交通运输部表示，今年春运总体平稳有序，客流总量低位运行，客流呢以务工和探亲为主，节前客流相对集中，节后出行相对平稳。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2年春运全国预计发送旅客10.5亿人次，日均2625万人次。比2021年同比增长20.7%，比2020年同比下降29.1%，比2019年同比下降64.8%。其中，预计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分别发送2.5亿、7.5亿、1630万、3920万人次。受高校避风放假、分批开学影响，学生客流对春运影响较往年降低。春运客流以务工流和探亲流为主体，呈现潮汐性特征。受疫情影响，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客流较往年有所减少。舒驰表示，节前客流主要集中在1月27号至30号，最高峰出现在1月29号，达到2955.5万人次。节后客流主要集中在2月6号至9号，以及2月16号至20号，最高峰分别出现在2月8号2838万人次，2月19号3216万人次。另外，今年交通运输部再次把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作为民生实事之一。交通运输部将通过进一步推动提升巡游出租汽车电召服务，完善网约车一键叫车，打造敬老爱老城市公共汽电车服务线路等措施，不断增强老年人出行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交通运输部表示，2021年更贴近民生实事之一的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的各项目标任务均已完成。2021年，交通运输部指导10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通95128约车服务电话，指导各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在近300个城市上线一键叫车服务。在平台 APP 首页采用大字体设置一键叫车功能入口，同时为老年人乘客提供快捷叫车、优先派单、线下现金支付等服务，累计为720余万老年人乘客提供服务2700余万单。推动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在社区、医院等老年人打车需求较高的场景设置暖心车站、羊糟杆、一键叫车智慧亭等设备，方便老年人叫车打车，组建爱心车队、雷锋车队，打造爱心服务品牌，提供一对一接对子帮助服务。王秀春表示，今年交通运输部将在打车方面进一步推动提升巡游出租汽车电召服务，完善网约车一键叫车、电话叫车功能和服务响应。公交出行方面，主要是打造敬老爱老城市公共汽电车服务线路，在全国新增10000辆低地板或者低入口城市公共汽电车，推动城市公共汽电车站车站站台适老化改造，在地铁车站配备轮椅渡板，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便利条件，持续提升交通运输行业适老化服务水平。继续来关注经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住建部表示，今年将继续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增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扎实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年呢，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这个我们希望能够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呢240万套，新筹集公租房10万套，棚户区改造120万套。同时呢，我们还将加快推进长租房市场的建设。王猛辉表示，去年全国40个城市新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94.2万套，预计可解决近300万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同时，规范发展公租房，城镇户籍低保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此外，去年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达到165万套，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56万个。
目前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陆续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落实土地、财税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初步形成了多主体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良好态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共有产权住房的最新进展。共有产权住房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缓解无房家庭购房的支付压力，增加市民拥有产权住房的机会。目前已经有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20多个城市出台共有产权住房的相关政策。哈尔滨、济南、合肥、武汉等城市也表示将研究探索发展共有产权住房。目光再转向省内，来自省统计局的消息，2021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年内首次实现全国性增速，领跑东北板块，增速居全国第15位，为2012年以来最好位次。2021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恢复速度持续加快，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20.38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连续7个月高于全国，领跑东北。限额以上单位恢复速度较快，全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1.8%。与此同时，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升级态势明显。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39.3%，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32.7%，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68.6%。此外，网络零售持续发展。2021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1%，高于全部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速7.5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现网上零售额596.3亿元，同比增长23.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9个百分点。全省上下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内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消费品市场持续恢复，消费升级类产品需求加快释放，新零售新模式高速发展，冰雪旅游助力住宿餐饮业加速回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23号下午，长春市六城联动总体方案解读新闻发布会在省政务大厅举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六城联动的总体情况、布局谋划、发展方向和政策支持等问题进行解读。六城联动即长春市以产业优势明显的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龙头带动为点，进一步发挥现有产业优势，把握时代机遇，加快打造国际汽车城、现代农业城、双碳示范城、科技创新城、新兴消费城、文化创意城，促进全市产业链协同发展，最终辐射对接全省六双布局，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实现产业兴旺、创新活跃、文化繁荣、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主要特征，长春市将重点打造以项目库、平台群、资金池、政策包、人才股为要素的支撑体系，做到优先配置资源、优先要素供给、优先政策支持，推动六城联动的全面落实，助推长春市各产业实现突破。主要目的是解决长春市优势产业、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以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空间总体规划有效衔接。一年春为首，百业农为先，眼下正是粮食生产一年最要紧的时候。吉林由南到北备耕忙，选粮种、肥土地、强服务，为实现全年粮食丰收打牢基础。今年备春耕，全省上下围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下足了硬功夫。东辽县保护性耕作面积2021年还是零，今年提升到10万亩。在建安镇，这两天数台撒粪机在田地里来回穿梭，均匀播撒的生态粪肥为接下来的春耕生产攒足了劲儿。为了增产增收啊，农业技术指导站搞了技术指导，到那个春耕之前怎么耕都给农民呢做了讲解。秸秆还田和农家堆沤肥，减肥减药，绿色环保，黑土地效益好，粮食增产收入高。今年吉林省推进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抓好3个万亩级核心示范基地和30个辐射示范基地建设，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3000万亩以上。
在榆树市公主岭市农安县和松原市宁江区，备春坑时节，按照控制水土流失、增加土有机质、保水保肥、调控土壤养分等技术路线，大力推广应用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深翻深松等提高耕地质量、保护黑土地的实用技术。耕到家还要种到位，选好良种才能夯实产得出、产得优的基础，加满油的黑土地才能打出高产粮。2021年，吉林省启动主粮作物良种科技创新重大专项活动，加快推进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作物品种提质增效。因而在今年的农资市场上，高产耐密植、抗病抗倒伏、脱水快、适宜金收等优良特性的新品种纷纷上市。我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备春耕相关细节处处抓紧，代耕代种、土地托管、订单作业、互联网加农机作业等新型服务模式不断涌现。通过网上直销、手机微信和快手等 APP 订阅等多种方式，组织种子、化肥销售配送，备春耕社会化服务活跃在田间地头。我们把农民所用的东西都已经备得齐齐的了，不少老客户吧，微信上订购的直接就送到家了。继续来看新闻。去年底啊，一家颇有设计感的商业综合体在上海的苏州河畔开业，一时间呢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不少人带着无人机在这里航拍，给附近小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该商业体隔着苏州河就是一个居民小区，临近苏州河的几栋住宅楼和网红商业体的距离只有100-200米。小区居民反映，每到晚上商业体灯光点亮的时候和周末，总有无人机在小区周边飞行航拍，有的无人机甚至直接在居民家窗前飞行，这让他们有种被窥视的感觉。无人机的扰民在这里这段时间非常厉害，搞得我们晚上下午他们看到有无人机，我们窗帘全部拉掉，因为每家人家都有隐私的，对吧？不光是担心隐私被侵犯，一架失控的无人机还直接坠落到戴先生家里的阳台上，机主还在楼道里张贴纸条，希望找回飞机。贴了个纸条，他说有一个这个说无人机在你阳台上面，那么我要没看到，我就出来找了一找，在这个角落里面，在这里。当天戴先生报警，把无人机交给了派出所民警。在采访中，居民表示，尽管小区所在地不是禁飞区域，但无人机在自己小区里飞来飞去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无人机毕竟它还是一个机器，可能你还不能很好的控制它，但如果坠落下来那砸到人，那肯定不愿意的。从2021年年底这个商业综合体开业之后，上海普陀警方就陆续接到不少与无人机扰民有关的报警，这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如果你在管控区域飞行的话，你但凡没有经过飞行管制部门的一个同意，那么我们就视作你是一个黑飞。那么如果你在非管控区域里，你没有在我们的系统做了一个信息核验，然后你在每次飞行前你没有做飞行报告，那么我们就认为你这个是一次违规的飞行。网红商业体所在地属于非管控区域，对于这里的无人机扰民问题，上海公安机关开展了整治行动，通过视频巡逻和实兵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和处置。你既然今天没有报备，请你立即把你的无人机进行回收，好吧，注意安全。经过整治，网红商业体附近的无人机黑飞现象已经明显减少。2022年1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交通运输法制工作要点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制定出台。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保的话题。最近呢，网上流传了几则关于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消息，其中称啊，2月底前需要办理认证，否则停发养老待遇，所有离退休人员2月末前必须人脸识别认证。对此，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作出提示，此类消息啊为虚假消息，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通过正确方式积极进行自助认证。近日，在一则关于所有离退休人员必须在2月底前办理人脸识别认证，否则停发退休金的消息在网络平台流传，有不少老年人信以为真。居住在长春的郑女士听说了这个谣言后，就急得够呛。
朋友啊，就是给我打电话问我那个2月末之前必须得把人脸识别底去验证一下，要不然就是不发这个退休金了。孩子下班回来，我就给我急够呛，我说快赶紧的吧，上网一查是谣言。甚至还有不少老年人特意跑到办事大厅去办理这个所谓的人脸识别的业务，结果白跑了一趟。针对这个谣言，近日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发布提示指出，近期网上流传的2月底前需办理认证，否则停发养老待遇，所有离退休人员2月末前必须人脸识别认证等信息为虚假信息。人脸识别只是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方式之一，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资格认证呢？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进入后点击服务业务办理，选择里面的待遇认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点击认证即可。那第二呢，我们还可以使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安装吉林掌上社保 APP， 选择右下方待遇认证选项，输入认证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使用前置或后置摄像头，然后点击认证按钮，按照语音提示完成生存认证，提示认证成功即可完成认证。如果大家在待遇领取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联系待遇领取地社保局了解相关详细信息。有关社保方面的政策，我们一定要以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为准，除了要甄别虚假消息之外，也要擦亮眼睛提防受骗。近期广西南宁市反诈中心根据相关的监控数据发现，近期冒充社保局以更新社保卡为中心实施诈骗的案件激增。2月20号的晚上，南宁警方发出了提防此类诈骗的紧急预警。近日，南宁市民黄先生接到了提示自己社保卡账户已过期的短信，不仅附有链接，还明确提示逾期不处理，社保卡将作废。黄先生赶紧点开链接，按照网站页面提示迅速填写个人信息在线办理，并按照系统提示输入了银行卡账号和密码。然而提交完没多久，他就收到了银行卡扣款的信息。点进去那个网站，感觉跟那个官方网站一模一样的样子，然后就相信了。按照他说的一步步操作之后，后面发现被转出去了2000块钱。发现被骗的黄先生赶紧报警，警方随即对该网址进行了查封。民警表示，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社保在线认证钓鱼网站，表面看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这个链接打开了以后，显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个网站，但是这个网站我们是打不开的，因为在前面这里有一个弹窗，这个弹窗就提示你去升级你的电子社保卡。按照钓鱼网站提示，任何人一旦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证件号码，就会直接显示社保卡需要升级，并要求进一步输入银行账号和预留的手机号。为了方便转走受害人账户里的所有钱款，网站还会在验证步骤要求输入账户里的确切余额，谎称用作信息认证。验证余额这一步是这类诈骗的典型手法，就是说他在最后需要您验证一下你卡里面的余额，就是说可以从你这里骗取多少钱。警方介绍，类似的社保卡常见骗局还有谎称发放补贴、谎称账户异常、谎称账户变更代理社保等，持卡人需提高警惕，通过正规渠道向发卡银行或当地社保卡经办机构核实情况。下面这件事情，那些平时喜欢晒图晒视频的朋友需要注意了。日前有博主称自己晒出在餐厅扫码点餐的二维码，结果遭遇了网友的恶作剧。近日，北京一博主自称在饭店就餐时随手拍下点餐二维码分享至网络，结果被网友多次远程下单，单价18000元的酒被点了68瓶，当天点餐页面显示已被下单超300万元。随后该餐厅回应称是网友恶搞下单，菜没有上，餐厅也未报警。有律师认为，如果确实是网友远程扫码下单，而且商家也较真的话，涉事网友要承担支付义务。扫码下单是一种缔约合同的行为，需要承担支付义务。博主的错误在于把二维码发到网上去了，在客观上给那种类似恶作剧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非要追究责任，则应该追究那些下单的人。
警方提醒，网络社交平台上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晒，有些内容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甚至会危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点餐下单超过300万元确实不寻常，而下面这名广西南宁的孩子也因为回家不走寻常路，被困在了32楼的窗台外面。接到警情之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了解到，一名13岁男孩被困在32楼的窗台外，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后，利用绳索下至男孩被困处，将安全绳牢牢系在其腰间，众人合力从天台把男孩拉了上来。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将男孩安全带回屋内，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小时候我们爬下去，然后从窗台外放下去，这里是32层啊，不要冒这种。据了解，当晚男孩回家时发现家门反锁，以为是门锁出现损坏，并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天台位置下去，想通过窗台进屋，不料被困。近日，四川南充一名5岁男童在家玩耍时，不慎从自家5楼窗户掉落，掉在了4楼窗外护栏上。附近居民发现后，赶紧报警求援。一名消防员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从5楼窗外防护栏开口处翻出去，下到4楼窗外护栏。由于空间较低，消防员蹲在小男孩身后，为其做好保护。在屋内消防人员的协助下，成功将男孩解救。近日，在四川攀枝花一个小区，一名老人从高楼跌落，倒挂在窗户外面，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来看一下救援现场。上午11时27分，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一只腿卡在14楼的窗户缝隙中，倒挂在窗外。两名群众在14楼窗内紧紧拉住老人的腿，老人已经意识模糊。经过现场研判，制定救援方案后，一名救援人员携带腰带，利用固定绳索从15层窗户下降到老人身旁进行救援。因老人状态是侧边倒挂，消防员经过反复尝试才将老人固定好。在现场群众的帮助下，大家用绳索将老人慢慢向上提升，并转移至楼道安全位置。据了解，老人今年已有74岁，在楼道栏杆边依靠时不小心跌落，目前老人已清醒，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四川泸州高铁站，一名男子携带子弹乘车，被铁路民警给查获了。上午11点，在四川泸州高铁站，安检员发现一名男子的双肩包内装有疑似子弹的不明物体。子弹是不是你带的？就是我现在是我带的。先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了。民警检查发现，这是一枚底火完好、口径7.2毫米的5-6式自动步枪子弹。经询问，该男子携带的子弹是其朋友过年期间在老家的山上捡拾到的，而他本人并不知道子弹的真假。公安机关对这枚子弹进行了收缴和处理，并对该男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和警告。昨天，桃南市四海国家湿地公园冰汤园景观获大世界吉尼斯认证，被确认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冰汤园天然冰雪景观，并颁发证书。活动结束后，工人师傅们现场将四海湖冰汤园冰面切割，运送保存，将大自然赐予的神奇景观永远的保存。而近日，珲春市静信湿地迎来首批北归候鸟停歇、觅食和休憩。在积雪与冰封的湖面上，白尾海雕、虎头海雕等稀客格外显眼，它们时而上下翻飞，时而悠闲踱步。品种繁多的稀有候鸟，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到来。拍到了虎头海雕啊，还有白尾海雕啊，打斗的场合啊，还有金雕，都在争神。感觉这块的环境特别好，自然环境的保护啊，还有这个鸟类的保护，大伙的在这个意识上都提高了。
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板块。驾驶员朋友们需要注意了啊！新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将于4月1号起实施。与过去相比，新版记分办法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据了解，库分降低的规定有：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12分降为9分，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6分降为3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3分降为1分。扣分提高的规定有：驾驶机动车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2分升为3分，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2分升为3分。新条款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扣分规定，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的扣12分，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扣9分，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的扣1分，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扣1分。除此之外，新办法还针对违规扣分较多的驾驶人推行了学法减分措施。新的记分办法推行的这个学法减分措施，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并且考试合格的，或者是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到6分。那对于情节轻微的违法情况，可以给予这个警告处分，免于记分处罚。在这里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新规定从今年的4月1日就开始实施了，那扣分不是目的，一定要依法依规安全驾驶。长春市2022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初中生物学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即将开始，具体的报名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教育局，在现场呢，记者了解到，此次中考网上报名的报名范围包括：一是长春市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二是父母在长工作的非长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三是长春市户籍或父母在长工作的往届初中毕业生。据介绍，长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网上报名时间为3月1号至3月12号，图像采集时间为3月14号至3月25号。非长春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往届初中毕业生网上报名和图像采集时间为3月1号至31号。符合长春市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报名网址进行网上报名。同时，生物学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工作也将在今年的3月份开启。那此次报名范围也是包括：一是长春市初二在籍学生；二是未参加长春市2021年初中生物学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的初三应届毕业生；三是参加长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往届初中毕业生。另外，长春市初二在籍考生和未参加长春市2021年初中生物学地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的初三应届毕业生，网上报名时间为3月14号至3月25号，图像采集时间为3月27号至4月5号。非长春市初三应届毕业生、往届初中毕业生网上报名和图像采集时间为3月14号至4月9号。符合长春市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报名网址进行网上报名。再来关注健康方面，我们都知道要想减肥就得迈开腿管住嘴，但是总有一些不喜欢运动的朋友在寻找减肥方法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走入了误区。为了快速减肥，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搜索网红饮食方案，有10天瘦8斤的，7天瘦5斤的。医生说了，这些网红减肥方法虽然能够快速见效，但长期使用有损健康，不能盲目听信。比如说有一种网上有一种叫生酮饮食的，有的人可能就严格的限制碳水化，就根本不吃主食，他的碳水化物，他的主食就是含有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占我们全天食物比重的10%左右，这样的话可能会达到一个快速减肥，因为前期它减的主要是体内的水分，所以会很明显的看到减肥的效果。但是用长期食用这种生酮饮食，会增加我们机体比如说肝脏代谢的一些负担，还有肾脏排泄的一些负担，这样
长期的话，比如说两到三周以后，他就会尿里面就会出现酮体，会其他的一些表现，当然他工作学习都会受到影响，当然最终还是身体受到影响。医生还提醒，不吃早餐或不吃晚餐的减肥方法都是不合理的，均衡饮食才是王道。在控制总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将食物分成三餐吃，饮食结构中要有碳水、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等。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一天也变不成瘦子，减肥要循序渐进，才能保证身体健康。最近江西景德镇的黄女士遇到了一件稀奇事儿，她在做饭的时候发现自家的多个鸡蛋没有蛋黄，只有蛋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真的没有蛋黄的鸡蛋。黄女士说，事情发生在2月19号中午，当时她正跟女儿一块做午饭，女儿一共敲开了5个鸡蛋，其中有3个出现了只有蛋清没有蛋黄的情况。平时的鸡蛋都有蛋黄啊，从来没有碰到过说没有蛋黄的鸡蛋，也是第一次碰到，而且一碰到了3个。黄女士说，这些鸡蛋都是从她姐姐家拿过来的，起初她只是觉得这些蛋的个头有点小。看一下这个正常的鸡蛋，它是可以只能放2个，你看，但是那个鸡蛋它可以放4个，比它小好多。那么黄女士家的这种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为此，记者咨询了专业人士，景德镇乐平市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兽医师彭健介绍说，这种无黄蛋属于鸡蛋里的一种特殊情况。无蛋黄的蛋一般形成主要有2种情况，一个是突然受到了惊吓，它感觉蛋黄已经排到了它卵巢中，然后通过分泌形成了那种无黄蛋，还有一种情况，它就是输卵管堵塞或者狭窄，排不进去卵黄，这种情况下形成的鸡蛋。彭健告诉记者，正常鸡蛋一般重量在60克左右，而无黄蛋的重量一般是30到40克左右。无黄蛋属于畸形蛋的一种，出现概率很低。彭健提醒，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这种无黄蛋，也不用担心，因为无黄蛋既不是假蛋，更不是坏蛋，它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这种鸡蛋可以食用，它的价值营养还是比较，除了没有卵黄以外，其他的成分还是一样的。36集电视连续剧《乔家的儿女》今晚起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该剧以中国30年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乔家的5个孩子：一成、二强、三立、四美、七七，在艰苦的岁月里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吉林卫视每晚播出2集，敬请收看。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北京时间24号上午，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多地传出爆炸声。24号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与俄罗斯断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俄媒的社交平台呢刚刚发布了视频，俄罗斯装甲部队呢从白俄罗斯境内进入了切尔尼戈夫地区。另外呢，经乌克兰军方证实，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已经被俄军控制。顿涅茨克民间武装表示，顿巴斯地区接触线附近的局势仍旧紧张，乌东部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的交火呢仍在继续。24号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俄罗斯工商界代表，他表示，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是俄方被迫采取的措施，俄罗斯根本没有选择其他方式的机会。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24日设定的所有任务呢都已经完成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方向联合使用突击部队和空降部队，打开了俄罗斯军队进入赫尔松的通道，恢复了北克里米亚运河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供水。那么俄罗斯国防部总结，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呢，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打击使得83个乌克兰地面军事基础设施瘫痪。乌克兰武装力量的2架苏-27、2架苏-24、1架直升机和4架无人机被击落。另外24号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接受了俄罗斯媒体采访，他表示，美国于2月23号拒绝了就安全保障协议以及乌克兰局势与俄罗斯进行外交谈判。扎哈罗娃表示，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呢，在乌克兰局势激化之前便已经制定了。俄罗斯外交部也在官网发布了声明，表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无效且非法。声明中强调，欧盟或者是北约等组织呢，没有权利来决定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拥有这样的权利。
关于俄乌关系的发展呢，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那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不认为没有与乌克兰接触的可能性。他指出，断交是乌克兰方面做出的，但是呢，俄乌都会出现在国际场合，存在着接触的可能性。问题只在于乌克兰是否愿意接触，以及他们想要什么。那么此前呢，稍早时候，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也都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已经准备好就莫斯科的安全关切展开对话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谈判。美国总统拜登24号上午与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视频会议，旨在制定针对俄罗斯的更严厉措施，应对乌克兰局势发展。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推进毁灭性的一揽子制裁和其他经济措施。当地时间2月23号，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与俄罗斯作战。The president has no intention of sending a U.S. military or U.S. troops to fight in Ukraine. And I don't know how many more times I can say it. There's no scenario the president is not sending U.S. troops to fight in Ukraine against Russia.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就乌克兰问题表示，中国应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中方有义务敦促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他还称，中俄关系发展方向令人担忧。中俄联合声明表明，中国试图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来达成两国创造世界秩序的目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我注意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有关的表态。我想首先关于如何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恐怕没有资格来告诉中方怎么做。对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中国人民有着特别真实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过八国联军和外国的殖民侵略，有着对于丧权辱国的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就在并不遥远的20多年前，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北约轰炸，造成了3名中国记者牺牲，多人受伤，北约至今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而就在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美国伙同几个所谓的盟友在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现实威胁。中国呢，也还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因为如此，中国一贯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而美国建国不到250年的时间里，只有不到20年没有对外发动军事行动，而军事干预的名义有时是民主，有时是人权，有时索性就用一小瓶洗衣粉，有时甚至就是编一个假消息。这样的国家对于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肯定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对此国际社会看的也是十分的清楚。至于美方暗示俄罗斯有中国背后支持才行动，相信俄方听了会很不高兴。听到这种说法，俄罗斯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俄方完全基于自身的判断和他们国家的利益，独立自主地制定并且实施自己的外交和战略。我还必须要强调指出，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同美方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制造对抗和分裂有着根本和质的不同。对于那种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和拼凑所谓的同盟和小圈子的做法，中方不感兴趣，也无意效仿。至于中俄联合声明，我们想建议美方呢，再仔细的、认真的阅读一下。中俄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内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恰恰是负责任的表现，是维护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的积极的因素。去年11月，考古学家在秘鲁的卡哈马基亚地区发现了一处木乃伊墓室，来看看最新的考古进展。
考古学家在木乃伊墓室外发现的木乃伊和人类遗骸中有八具是儿童，十二具为成年人，时间可追溯到800至1200年前，大致属于印加帝国之前的文明。考古学家在遗骸上发现了重伤痕迹，显示他们死于暴力。专家据此推测，这些人都是殉葬者，殉葬对象是墓室内的木乃伊，他属于一名大约35岁、身份显赫的男子。一同发现的还有乐器、陶罐、织物和一些动植物遗骸。通过对这个墓区的初步研究，考古学家对印加帝国之前的卡哈马基亚地区面貌有了更多了解。考古学家说，此前也曾在大约1700年前的秘鲁西潘王陵中发现这种殉葬文化，相关研究仍在继续。骑士查理王猎犬和英国斗牛犬是深受爱犬人青睐的品种，但是最近挪威奥斯陆地方法院的一项裁决称，当地将禁止繁育这两个犬种。骑士查理王猎犬是一种活泼可爱的犬种，早在17世纪就深受欧洲王室和贵族的喜爱，但因头骨过小，导致他们经常出现头痛等疾病。而面部多褶的英国斗牛犬则是坚韧的象征，但由于面部扁平，容易导致呼吸困难，它们的髋关节和皮肤也易发疾病。根据奥斯陆地方法院的裁决，当地将禁止繁育这两种犬类的纯种个体，但当地的犬舍和专业繁育者持不同意见。看着自家活泼健康的狗，他们表示无法理解这项裁决。此外，也有育种专家提出，法院的裁决并没有禁止购买、销售或进口这两种犬只，这也使人们担心来自其他国家的无证狗会增多，使疾病和基因缺陷更加无从得知。来关注天气。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从昨天开始，全省气温明显升高，升温的趋势将持续到下周，本周末气温有所浮动。未来7天，我省平均气温-5度左右，比常年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0.2毫米，比常年偏少。明天气温全省达到是在4到7度，就是温度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同时伴随就比较大的这种西南风在中西部地区，因此可能体感温度还不会感觉到这么暖。受一股较弱冷空气影响，周末我省气温有小幅度下降，局部伴有降水。主要有2次这种降水过程，一个是在26号，一个是在28号，主要是东部会有一个弱的降水。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气温波动较大，城乡居民应及时增减衣物，防止疾病发生，安全出行，留意积雪或冰锥坠落。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5到-0.9摄氏度。白城多云，4到-0.9度。松原多云，0到-0.10度。四平多云，5到-0.12度。辽源多云，6到-0.12度。吉林多云，5到-0.6度。通化晴转多云，6到-0.6度。白山晴转多云，6到-0.11度。延吉晴转多云，6到-0.8度。长白山晴，2到-0.14度。长春多云，5到-0.9度。来看今日提示。今天电影《我心飞扬》将在全国公映，这部向冬奥健儿致敬的体育题材影片在长春取景拍摄，讲述了为实现零的突破，中国短道速滑国家队临危受命，立志一雪前耻，向冬奥金牌发起冲击的故事。近日，中国长春冰雪金滇地推出了特惠活动，从即日起到3月4号，游客购买特惠专属票就可以享受到一人购票三人入园的优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冰雪金滇地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